哇，華哥低處未算低喎、啊。哇，你老友呢次咧為咗雙十一，咁啊真係攞啲真係超筍價，真係從來未試見過咁低啊。係啦，啊 Concord 啦，大家如果認識 Concord 都知道呢隻牌子一。路以來啦，啲定價都唔平嘅喎，即係九十年代啲四英錶啊，閒地都萬幾兩萬幾兩萬幾一隻四英錶啊，咁啊當然佢都有佢嘅啊魅力所在啦，大家睇嚇、啊、塊面啊個殼啊各樣嘢咧，其實都做得唔錯嘅嚇，咁啊嗱。攞幾隻俾大家睇下，咁啊呢隻啦，女裝啦，仲有石字同耳仔位，亦都傷咗啲石啦，都幾大粒下嘅。咁啊，依家嚇我哋面前你見到啦，有五款嘅 Concord 錶啊，咁做緊幾多節？一幾節啊？係一幾節啊？咁啊，每個款都有少量啦，幾隻嘅數量嘅嚇。咁啊，石英錶嚇咁。譬如依一隻啦，萬六公價，咁依家一幾時講嘅3300啊？係嚇，16000多公價。係啦，3300。如果依隻咧有埋石，呢只就30000多公價㗎啦。係真鑽石呢只38100。咁依家就7200。七千零蚊嚇，咁另外鋼帶呢只咧，呢只公價就18000多，咁而家賣4200。四千幾下咁啊，鋼帶都好實正嘅，手快又手慢冇，咁啊唔使問我咩 size 啦，自己如果嚇、啊、今日有時間嘅得閒啊嚇，咁落嚟利昌錶行啊睇下試上手啦嚇，咁 啊都全部都係有少數量嚇、啊，就買完即止噶啦嚇，純粹係為咗響應呢個雙十一嘅促銷啊嚇，啊就全部啊嚇、啊、就破底價。肯定蝕本啦、啊，一幾折 ，OK。幾折就啊，咁啊，有時間落嚟嚟窗邊睇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